68年前，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，任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两国始终相互信任，真诚合作，携手发展。新形势下，建设更具内涵、更有活力的中埃关系，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。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愿同埃方不断深化互信，推进合作，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、稳定、发展、繁荣贡献。